操盘战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操盘战将。今天台北股市要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呢？文字来形容一下呢？622嘛，应该叫暴涨，还是大涨特涨、狂涨？今天12号嘛，哈，12号嘛，有没有？有不？有没有啊？有哈？有没有？啊，昨天开牌嘛，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你还少一个啊，马上补上。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哈？待会再聊。你想听什么？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大涨？还是我侧标写的？啊？9月4号跌了999点。9月4号，当天跌了999点。错过8月5日，就是这一天。错过8月5日，这一天嘛，哦，这一天8月5日嘛，跌了1807点嘛。然后我说，你错过8月5号，那这次不要再错过，机会来了，大捡便宜货。我跟大家讲，机会来了。准备钱，大好投资机会即将来临，弥漫悲观绝望就是你大捡便宜货的最佳时机，在别人悲观的时候买进，你就是赢家。可是你没有听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跟好跟紧，跟我一起去买？好了，就算你没有跟好跟紧，我在这里写的字，你有没有看清楚？9月4号在这一天，这几天，我说因为外资台子期的关系，我们一直被压，一直被欺负，一直被打压。今天终于出了一口气了，各位，你知道今天这根 K 线代表什么吗？啊？来，通膨。昨天美国公布通膨，很戏剧性呢。道琼、纳斯达克、费城半导体一开盘没多久往下跌，往下跌，往下跌。道琼一度跌了700多点，后来 V 转。为什么？因为通膨，通膨数字比上一个月下降，好事。但是核心 CPI， 核心 CPI 就通膨数字稍微略升，不太好的事。哎，一好一坏，一好一坏。那就是软着陆啦，软着陆啦，啊，软着陆的话，那就降息嘛，我个人应该是降一码，我个人这么看啊，降一码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降两码也 OK， 啊，降一码很好，你可以延长降息的周期跟时间，也许要降8码的，2码2码2码分4次，
啊，你现在降一码，那你可以分八次啊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如果要降八码的话，那就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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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对不对？每个一两个月降一次，降一码，时间拉长，周期拉长，多头的时间那会更久。大家昨天都看到了川普跟贺锦丽，哦，我把它圈起来。你有没有看到民调？看到了哦。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我只想跟你讲，各位，台北股市今天跳空一个倒状反转上来，一根长红 K 棒，你知道吗 ？KD 啊，来放大一下 ，KD 指标黄金交叉，在20附近黄金交叉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哎，你学过技术分析吧？你应该懂得 KD 指标吧？在低档区20附近黄金交叉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发生什么事？来，我把它再放大一下。过去我拿过去几个例子，应该说过去几个时间点，当 KD 指标在20以下附近黄金交叉的时候，台北股市会发生什么事？来看一下这边，这今天嘛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嘛，这上一次，然后今年的1月附近，然后去年的10月、11月都是在20附近低档黄金交叉。来往上看，这一次黄金交叉，然后呢再看这边一次跌下来，在低档区20附近黄金交叉之后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然后再看这边20附近低档黄金交叉之后呢往上，然后再次20附近低档黄金交叉之后，接下来会如何？会如何？会如何啊？我不要画了，你自己看会如何？我不要把答案都跟你说，你自己看嘛。过去20附近黄金交叉，台北股市怎么涨？过去20附近黄金交叉，台北股市怎么涨？过去20附近黄金交叉，台北股市怎么涨？过去哎，不是过去，今天黄金交叉，台北股市接下来会如何？哎，不是只有台湾台股哎，道琼，你看道琼昨天留这么长的一个下影线，低档有撑，杀不下去了，刚好在这里黄金交叉 ，Nasda 更厉害，也是在20附近左右黄金交叉，昨天一根红棒，也就是说这几天的下影线，来你放大一下，我跟你们讲一下，这几天的下影线很多的利空嘛，打不下去了。打不下去了，下跌有下，不愿意再跌破这边了。昨天一个大涨，涨了多少？涨了300多点。你再看费城半导体，也是一样，在低档区黄金交叉的哦，也是一样，打不下不去，没有跌破，这也没有跌破嘛，都没有跌破嘛，一底比一底要来的高嘛，一底比一底要来的高，这个也是嘛 ，Nasdaq 一底比一底要来的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好配合黄金交叉嘛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S&P 500也是啊，在低档区黄金交叉，准备要过高了嘛。好，跟台北股市一样。那你觉得台北股市接下来会如何？来，这是技术面哦。啊、基本面呢？啊，我们基本面怎么样呢？我们台湾的基本面，看一下。我们台湾基本面如何？我们台湾基本面的一个，比如说公司的获利啊、营收啊，我们出口的数字如何？嗯，那我们台湾的外销订单，因为我刚刚讲的是技术面嘛，技术面有利多头嘛，对不对？基本面呢？基本面呢？看一下基本面，再看一下基本面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领先指标连续4个月的扩张，好。筹码面呢？这是基本面，筹码面啊，应该说这是政策面了。国家队护盘，八大公股行库连续16天的买超，你要不要做多？你要不要做多？你再回想一下，配合我前几天跟你讲的，从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。从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，从十月份开始到隔年的第一季，从十月份开始到隔年的第一季，
从十月份开始到隔年的第一季，你现在要做什么？在这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各位，在这边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事？跟好跟紧。这一次，你只要买对，你会变成有钱人。配合第四季的科技大师苹果、华为，还有谁？机器人。讲到机器人，讲到黄仁勋昨天的一番谈话，黄仁勋昨天讲话，我觉得讲得很棒。他吐露心声，他去参加高盛论坛，在会场里面，他把他心声讲出来，他告白，他对台积电告白，他拿台积电真的没辙。你知道他说最新的 Blackwell 先进晶片 AI 需求非常的强劲，需求到旺啊，每天都追着黄仁勋跑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需求非常大，客户都要抢先拿到，可是没办法提供，做不出来那么多，所以客户感到不满，他跟客户变的关系有点变得有点紧张，他要卯足全力满足客户的需求，但是他只能找谁？他没办法找三星，没有办法找 Intel， 因为他们的良率不高，他们做不好，他们品质做出来品质会有问题。黄仁勋没有信心把三星跟 Intel 的晶片交给他的客户，他只能找谁？找台积电，因为台积电在晶片制造技术方面遥遥领先，盛赞台积电是世界第一等 Number One CoWoS 产能，一定要赶快增加，要不然我满足不了这么多 Blackwell 晶片的这么庞大的需求。 CoWoS， 谢谢黄仁勋，感恩，真的感恩啊。今天台积电一个倒转反转，我在这几天跟你聊台积电，你知道在那里面很多人也问我台积电，我都跟你们讲了，各位，你在那里面有问我台积电的，去加一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在这边问我台积电，你在那里面问我台积电，因为我前两天有跟你讲嘛，在那里面免费给你问嘛，不要客气嘛，对不对？你有问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有问，哎，有问到的，我也回答你了。今天台积电涨到在那边，涨到多少？涨43块，来到940了。哦，涨到940，去那里面去写加一吧，回应一下吧。我叫你加那有没有？值不值得？值不值得？你觉得值不值得？啊？啊，真的要感恩感恩感恩黄仁勋呐！真的感恩黄仁勋呐！黄仁勋的鼎力支持啊，真的让 CoWoS 的相关股票真的好飙哦，好飙哦，怎么那么会飙？创新高，所有买的不管买到哪一天，全部都让你获利，都让你赚钱，最高冲到425块。老师这边有上影线呢，对啊，我有看到啊，啊这里也有啊。啊、这里也有啊，啊，这里也有啊，啊，这里也有啊，这边也有啊。然后呢，你要我回答什么？啊，是上一下，这边也有啊，这里也有啊，啊，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啊。然后呢，你想听我什么？这样，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我电视上不能讲太明白了，太仔细了。你应该听懂我意思吧？我的言外之音是什么？听懂哦。均好，均好哦，各位，精彩，精彩哦哈，生阳半，听一听三兆男黄仁勋的谈话。黄仁勋的讲话，他在我们的业界具有非常具有重大的指标意义、啊、
有时候他开一个金口，一句话扰动整个风云，扰动整个全球股市。所以我喜欢听黄仁勋的讲话，尤其当他提到说机器人是千载难逢的机遇，感恩啊，谢谢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刚就干温呢，就干温呢，我听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机器人是台湾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啊，是啊，我知道了，真的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，希望黄仁勋多多的谈话，多多的讲话，帮我们台湾做促销。你是我们台湾很好的一个推销员哦，不管你要讲晶片呢，讲 Brightwell， 讲机器人，讲 CoWoS， 尽量，我们一定会挺你，好吧？我们一定会有股票挺你，我的股票一定会挺你，也会，我除了挺黄仁勋，也会挺你。你来拿我的股票，你来拿我的标的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什么？涨停板。对啊，我的股票涨停板啊，很容易涨停啊，好快就涨停板了、啊，怎么这么容易？九月九号、十一号，灵光，昨天开，结果我记得早上的时候看到道琼跌700点，纳斯达克、费城半导体往下回档的时候，哎呀，老师啊，怎么办？冷汗直流哎、欸，你昨天开牌呢？九月十一要开灵光哎、欸，来 VCR 导播。这个股票涨停板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，昨天公开嘛，对不对？打电话进来，我电话告诉你是哪一支，我就不相信你赚不到，我就不信你赚不到。如果你赚不到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打电话进来。如果你打电话进来，各位，来，你看我写的对不对？你看我写的对不对？你看我写的啊，我就说嘛，哦。叫你来拿哦，抱牢涨停别卖，哦，抱牢涨停别卖，别卖啊，别卖啊！我这边不是写，我车标写了、啊，抱牢涨停别卖嘛，别卖，别卖呀、啊！啊，我这边不是写的吗？一、二、三，井喷新妖股，再来一支，比灵光更劲爆，这一支叫做井喷。最标股他是谁？打电话，我告诉你哪一支，我就不相信你赚不到。奇怪嘞，人家看电视都来来来来来来，各位，你打电话进来哦，这一支股票好好抱牢，好好抱住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的盘不一样了，灰机起飞了，而、啊、是灰什么灰？辉达机呢？台积电呢？灰就是辉达嘛，机就是台积电嘛。辉达昨天涨8%、欸，涨8%、欸，台积电今天大涨嘛，都起飞了，辉机起飞，台北股市也要起飞了。各位，这一次你再不跟上，这叫做起涨第一根呢、欸。你还不跟，你还不买？哎、欸，今天量有点出来了，3080亿啊，不过还好，小幅增加而已，很多人都还没进来，很多还在看呢。很多还在观望，你观好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你相信我，接下来的行情，接下来的行情，你跟好跟紧我的股票，我带给你的股票。哦，像昨天我还开一支嘛，叫创威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各位啊，对啊。这就是我的股票了，
因为我的股票很强啊，我的股票很会飙啊，我的股票很会涨停板啊，像灵光，哦，对不对？暴劳，哦，啊，你也看到了吧，对不对？你有看到吗？几个？这几个？一个，二，哦，啊，我上面写的有没有实现？有没有实现？有没有实现？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呢？再来，轮到他了，他是谁？哎，你明天如果你要去追灵光，你买这只啦，好不好？你买这只啦，明天我猜你大概也不敢买了，我猜你大概也不敢买了。你来买这只，你来买这只，比灵光更劲爆，各位震撼啊，好震撼啊，你知道吗？很震撼哦。我上次跟你讲震撼，也是震撼啊，震撼啊，震撼，好震撼哦。好震撼，真的好震撼，真的好震撼哦！来来来来，确认完毕了，会赚到爆了。他是谁？打电话进来，废话不多说，电话跟你讲哪一支，电话跟你讲是哪一支，哦，股民代号，电话一次告诉你，各位来这一支爆牢，再提醒爆牢哦，然后你来，而、哦、是后面什么字？打电话你就知道了。打电话来你就知道了，井喷最标股，我这边叫写什么？井喷新妖股灵光，连续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哦，涨停板，昨天开涨停，今天又涨停，9号涨停板，11号涨停板，12号涨停板，哎，老师真的，真的耶，那再来一次好不好？过来几拜，再来一次，井喷最标股，现在。一通电话打电话进来，这一支股票井喷最标股，我就在电话里面告诉你它是哪一支，股民代号全部跟你说，来电送给你，进广告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。黄仁勋说，昨天说全靠台积电、哦、全靠台积电，台积电今天直接跳空开高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这个你听听啦，建议啦，建议啦、哦、你最好有基本持股、哦、最好有基本持股，我的建议啦，你听听看，你听听看，你听话吗？最好，比如说一张啊，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一张嘛是 SI 了，哦，
最好有个基本持股。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我在预告未来啊，预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。今天9月12号，我不会把我这句话以后做成 VCR 播给大家看，这是我的建议，你参考一下。OK， 好，讲到这就好。阿老师，那买什么股票？机器人股票也很多啊，赖在这里，有问题就问。这一支井喷最标股，来压走的就是这支啊。哦，这支比灵光更劲爆。老师，灵光比它会比灵光更劲爆，有多劲爆啊？灵光9月9号涨停，11号涨停，今天又涨停，哎，连续涨停板呢。看到了，短几天三根涨停板的，这个比它更劲爆，它是谁？打电话进来，我电话里跟你讲是哪一支，哦，我电话告诉你是哪一支，然后明天就自己，哦，放牛吃草，好吧？这支股票注意哦，哦，注意哦，哦，打电话，这支股票井喷最标股，来电送给你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